白话佛法，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，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，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，在白话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，开启我们芸芸众生的佛性，修改我们的命运。请收看卢台长的白话佛法。好，今天师父继续跟大家讲白话佛法。其实学佛学到后来就是一个境界了，啊，因为境界呢，你是看不见、摸不着的，但是呢，在你处理事情上，在你说什么话，啊，一句话讲出来，别人就知道你境界高和低了。所以有些人一出口，人家就看不起你了，因为你是自私的。所以别人就看不起你，境界高的人总是为别人想，所以境界高，境界的提升会让你啊谨守口业，啊，所以很多人啊知道自己境界还不高，讲话就特别当心，啊，在中华传统文化当中讲到，就是祸从口出，病从口入。实际上就是谨守自己的口业，不要乱讲话。你不讲话，别人不知道你是什么境界，一开口境界马上就掉下去了。所以为什么很多学佛人学到后来越怕讲话，啊，所以学佛人，我们以后对那些没有把握的事情，啊，不要随便说，祸从口出，啊，如果你随便说话，你会让别人感觉到你是一个不值得信任的人。所以为什么很多人活得很痛苦，因为别人都不相信他，他说什么话别人都不相信他，因为你不值得别人的信任，啊，所以一个人说话代表你的境界，可靠的话，有把握的话才说，啊，不可靠，啊，做不到的事情就不要去说，谨言慎行，这就是我们学佛人应守的口戒，啊，因为口戒你戒不掉，你的口业就来了。要福慧双修，啊，因为要守住口业，要有境界，你要有福气，要有智慧，啊，你这个人没有福气，你不能碰到高僧大德，你不能碰到好人，啊，如果你这个人能够懂得，啊，我惜福，珍惜自己的福分，然后呢，我慢慢的就会拥有智慧，当你有智慧的时候，你就慢慢的会提高自己的境界。那么很多弟子会问师父，师父，那么我们的智慧从哪里来？师父告诉大家，布施中来。你喜欢语言布施吗？喜欢财布施、法布施啊，这个无畏布施吗？你愿意拨出你宝贵的时间来帮助别人吗？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你这个人就有智慧，你就是广结善缘，因为帮助别人可以提高自己呀，啊，帮助别人解决问题，你对这个问题就了解了。师父曾经跟你们讲过，啊，我认识一个这个当年到澳洲来的同学，啊，他就很愿意帮助别人。他当时来到澳洲的时候，他也没结婚，也没孩子。他就经常帮邻居啊，帮住在一起的同事的小朋友啊，就专门帮他们找啊他们的孩子啊，哪个精英学校，哪个地区啊，什么什么。结果等到他结婚，他自己生孩子，他都懂了。所以帮助别人，增加自己的智慧，要视众生为亲人。
把别人看成亲人，你接个电话都会把你的声音变得这么美。你看看我们现在很多人接电话，哎，你好，讲话就像根本不像对亲人一样，所以很多人对自己的父母亲讲话都是很粗糙的。所以这种语言代表你的境界呀、啊，有修养的人怎么会这么讲话呢？所以对别人善了，你就有福气了，你对别人善良，你一定会有福气；你对别人很恶，你会丢失你的福气。所以智慧从戒中来，智慧哪里来的？守戒呀。所以一个人有智慧，别人尊重你，你的境界就被人家看上去很高。那么因为你守戒，你不乱讲话，不乱做任何不应该做的行为，然后呢，脑子想的都是应该想的事情，而且守戒守口，那么你就拥有了那身心无障啊，慧自然就来了。你的心中啊没有障碍了。你们想想看，你不懂的事情你不说，你讲出来的都是懂的，那么是不是得到别人信任呢？那很多人为什么会被人家看不起啊？就是不懂装懂啊，隔行如隔山呐、啊。你想想看，如果你是这个专业的，你比方说你是电脑专业的，别人不懂说哎我懂哎一弄，你马上边上一看就知道。如果你今天是个唱歌的，你说我很会唱，你跑上去唱五音不全的，别人马上就听出来了。这就是你不懂装懂之后让别人看低你，境界就掉下来了。所以永远不讲自己不懂的事情啊，永远要守戒，你这个人境界就提高，你智慧就会来了啊。我从小就听很多有智慧的人讲，就是说你永远跟别人讲话的时候要谈自己懂的，如果自己不懂的话，你不要去跟人家谈这个话题。那么人家说那你边上像傻瓜一样，别人谈的话题你都不懂，那你不是就是不能在同学当中拥有一定的凝聚性了吗？是啊，你可以慢慢把话题转过来，转到你熟悉的话题，然后你再发挥，这本身就是一种智慧啊。你不懂的事情不说，那么你懂的事情你说了很多，那么别人就觉得你都懂了。实际上当然你还是不是全部都懂，但是至少让别人能够看得起你，不是个乱说的人啊。那我们很多人活在世界上不会做人，不该讲的乱讲，不该做的乱做，不该想的乱想，然后看别人都不顺眼啊。这样的话就慢慢的造成啊无事生非啊。你们想想人跟人的接触，你心里想什么你的眼睛里会看得出来的呀。你觉得大家对你好，你会眼睛里充满着喜悦感动啊。如果你今天感觉大家都在讽刺你，对你不好，用另外一只眼睛在看你，你自己心中就会马上产生烦恼啊，忧郁啊，难受啊。没有事情你的眼睛就会产生很多的啊异样的感觉，让人家感觉哎呦你对人家不好。其实人家没有这个想法呀，大家都忙大家的事情，谁专门来对你特别照顾啊？除非跟你特别好的人，现在都是这样。所以师父跟你们说，不要随便的在人间那猜测。猜测呢就是去经常怀疑呀，你是不是这样啊，你是不是背后捉弄我啊，或者怎么样，编造没有的事情啊，这样的话你会给自己找麻烦啊。佛友会觉得你这个人非常的多疑，人家不愿意跟你说真心话。相反的话，你不去猜测别人，讲话实实在在，别人会觉得你很成熟很有修养啊，讲出来的话头头是道，
懂的事情多讲一点，实际上他不可能什么都懂的呀，啊，所以这个就是师父跟你们说，一个修行人如果脱离了一种人间的低级趣味，也就是说不要去整天的看着周围的环境而生活，不要去整天的随着别人的心情而活着，那你就是脱离了人世间的低级趣味。你为什么老觉得别人在想你不好，别人在说你不好，别人在做些动作对你不好？过去有人说过笑话，说在饭店里哪个员工如果把一个盆子打破了，或者把一个调羹打碎了，就是说马上这个 supervisor 就是那个管理人员就会觉得他今天跟我闹意见了，有看法了，有想法了。因为这种做领导的人他特别敏感，他总是感觉别人对他有意见，因为他做出来的事情并不是如理如法，所以他就会感觉别人对他不好。这就是他自己心中没有脱离了那种低级的想法。其实低级趣味就是低级的想法，那么就是啊凡人。反之，如果你好好的修心学佛，你就是圣人。好，今天师父呢跟大家讲一讲福报。我上次答应大家跟大家讲福报，真正的活在这个世界上的福报是什么呢？我们每天都讲了，哎呦，你这个人有福报啊，对不对啊？真正的福报是什么？用佛法界讲福报叫清净无为。清净无为，一个人清净了，心要净了，头脑清了，然后心中既无烦恼，也没有悲伤，既没快乐，也没忧伤，清净无为呀，很干净啊，没有想法呀，这不就是无得亦无失吗？没有得到，也没失去啊，无得亦无失啊，我没有快乐，我也没有忧伤啊。因为快乐来了我没感觉，所以我不会承受失去的忧伤。人家对你很好啊，你谢谢大家，谢谢别人，对不对啊？人家离你而去了，不理你了，你不会很忧伤的呀。所以在这个世界上，真正学佛人没有悲伤，没有烦恼，没有忧伤，没有快乐，就是无得亦无失。就是没有什么人家侮辱你啊，难受啊，活着痛苦啊，没有什么感觉到我非常荣耀了，大家你看都这么啊对着我看，哎呀你看我多有感觉呀，你的心永远是平静的，非常平静啊。师父经常跟你们说了过去心理学做过一个试验，跟一个人讲，你待会儿到公司里开 party， 你看所有的人都会不理你的，都怪怪的，因为今天公司里缺少一样东西，他们大家都在说是你偷的。实际上这个做一个试验是心理学上的，根本是无中生有的一件事情。而这个人听了这些话之后，当他走进了这个 party，走进了跟大家一起聚会的这个地方，他的眼神看别人他自己怪怪的，所以别人看他都是怪怪的，所以他看到所有的人都对他怪怪的，实际上他不知道是因为他自己心中人家说有鬼了，你心中有芥蒂了，所以你让别人产生芥蒂，最后他感觉别人真的是这么对他有意见的。这就是心理测验，就怎么样，人就是这样，看山是山，看水是水，有的时候看山不是山，看水不是水，最后人家告诉你根本没这回事，测试你一下心里的，他看山还是山，看水还是水，就是人的心理在变化，感觉有人看不起我了，感觉有人嫌弃我了，所以你的心就不能如如不动了呀。所以真正的心能够如如不动，你就是在享受天上给我们的福报，
天天活得很开心，没有烦恼，没有忧伤，没有荣誉，也没有侮辱，你不就是福报吗？平安不就是福吗？所以为什么叫平安就是福报啊？就是这个道理。那么跟大家讲一讲什么叫清净无为。清净无为的福报，清净无为就是清福，享清福。所以过去我们很多人活在这世界上都说，哎呀，你这个人要享清福了，你有福气啊，享清福了。那么师父告诉你们，你有福气，福气还要清啊。很多人有福气接下来就烦啊，对不对啊？你要清福是什么？那么有些人的福气说，哎呀，我要很多的福气啊，财色名食睡啊，都是福气啊，有了之后也开心。但是真正有福气的人想清福啊，他希望有清福。那举个简单例子呢，你今天单位里啊做了某一个部门的负责人了，你开心吧，回到家里你看我做经理了，然后呢接下来烦恼一大堆吧，对不对啊？你看看，哎呦，我很开心了，我终于如愿了，我拿到了第一名，接下来呢大家都来找你啊，签字啊，对不对啊？然后来找你来赞助啊，找你来干嘛。这个福气不是清福。那么今天跟大家讲什么叫清福。清福是有智慧的人才能想的，没有智慧的人想不到清福啊。当一个人清闲的时候，心静下来的时候，没有挂碍的烦恼的时候，没有感情的牵绊，没有贷款的压力，能够在家里一个人坐着清清淡淡的，没人来找，没有烦恼，没有忧伤，喝一杯茶，念念经，想着没人搞你，没有人嫉妒你，这个世界上没有诽谤你，这时候你就是享受着清福的福报啊。所以什么叫清福？所以有的人说平安就是福了，你说你还要什么福气啊？你以为得到了开心啊？师父举个简单例子，得到了啊，有一个人中彩了，中六合彩了，几千万呢，接下来孩子被人家绑架，最后他被人家绑架，你说他有福气啊？有啊。有清福吗？没有啊。你能够坐下来安安定定，没人讲你，没人搞你，自己知道自己，哎，我没做错，念念经，一个人坐下来，哎呀，这个世界都是我的，我清净的世界都静下来了，哎，这不是一花一世界吗？对不对啊？你这就是你自己享受的清净的环境，没人骚扰，一个人打坐的时候不就是清福吗？啊，完全没有电话，没有人来跟你讲话，没有人来烦你，你这个就是福报是非常大的。